个方向盘就差了大概两个小时，所以差五个方向盘就可以下班了。欢迎来到降神果汁吧。疫情当道，电视上的阿伯有说，我们消毒的方式有酒精，那、啊、酒精就适合你这种酒鬼用的啦。有没有感到？为什么用漂白水呢？因为我们的车子啊，你看，看一下嘛，看一下，每台都是经过我细心整理的，所以呢，不忍心它受到伤害。这种东西酒精呢，它有比较高的腐蚀性，哦，所以会破坏我们的内装，所以我们会建议用漂白水，稀释50倍，浸泡5分钟，每5小时擦一次。那50倍的概念就是大概2匙，酸酸甜甜，就像初恋一样的漂白水，加了2滴之后，2匙之后，大概约莫是20cc。50倍嘛，我们100杯拢好哩。这边大概是200cc 的水，然后先搅一搅，泡一泡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5分钟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抹布拿出来，除了可以擦拭我们的内装以外呢，也可以来清洁我们的桌面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也可以拿来洗脸，擦拭我们的皮肤，就会像我一样短腰短腰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以上的防疫小知识，介绍到这边。实在就是 SUM。